迎林老师。
最后一首是我们的祖国新加坡，作词作曲都是苏体珍博士，那个节目表一定做了。其实这个是歌唱艺术的一种，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counter tenor， 中文是男上高音，上面的上，男上高音，这个一种是一种歌演唱的一种技巧。给刚才有些问我为什么背着这女孩子，男上高音。新加坡。掌声欢迎我们的表演者上场。
可以请大家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。Thank you.